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，让14亿多中国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，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。目前，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。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，同世界和亚太各成员分享中国发展机遇。